接下来这一组是双人互动的深蹲，那彼此信任度要非常的高，因为要给彼此的力量，你才可以往下，然后会有提臀的效果，会练到大腿，但这个动作本身就其实比较辛苦，然后所以给另外一半一些力气，让他可以做得比较轻松。第二组是两人互动信赖的深蹲，当你手握好，然后给对方力气，你可以先在上面试着身体往后倒，感受一下对方的力气，然后再回来。这时候你的脚要对齐，然后身体挺挺的，肚子开始要往内缩，因为避免你的背会往外歪，然后再慢慢的下。可以的话90度，那不行的话不要蹲太多。这时候力气就一直互相给予，你的背一定要一直往后。你往后你就会有力气 hold 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换手上来。来，我们第一组抓好身体下，然后在下面换手再往上，力气始终一直给予。第二组再往下，然后保持呼吸，然后再往上。第三组保持你的笑容还有姿势，不要因为多组而乱掉了。再一个，第四组再往下，力气要始终信任对方。再往上，第五组，再来，第六组，再换手，第七组，保持笑容，最后一组，可以跟对方说爱你哦。慢慢上来，然后八组完成。